经唔觉，罗仲谦同杨怡嘅女女小珍珠已经三个几月大啦。听日阿谦同阿怡就带女女举行百日宴，虽然只系喺屋企庆祝，但系佢哋一啲都唔马虎，好用心机布置，仲准备咗一个海洋主题嘅蛋糕，上面嘅公仔好似小珍珠啊！佢哋仲分别喺各自嘅 IG po 相。阿谦就话等咗呢个小情人已经等咗36年啦，而阿怡就每日都努力加深认识同了解个女。希望佢可以更加健康咁成长，仲公开咗小珍珠嘅中英文名添。希望你哋一家三口幸福快乐啊！